亲爱的新加坡的朋友，大家好，很开心呢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即日起呢，您可以在马来西亚宇昂珍品的 APP 来下载，就可以结缘到宇昂老师设计的所有开运风水宝物哦。宇昂珍品 APP 呢，是你24小时不可或缺的随身法宝，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在宇昂珍品 APP 找到宇昂老师所有法宝，各种宝物，还有法会的讯息，各种开运风水，甚至有很多佛曲，还有开运的视频也都可以在这里找到。下载马来西亚宇昂珍品 APP 的时候呢，要认明宇昂老师穿的是蓝色衣服，而且呢英文名字是 Yuyang Yuyoung， 会越用越年轻。希望宇昂珍品呢成为你最好的朋友，帮助你扭转乾坤，心想事成，祝福你一切好运。